牌吗？还可以，挺好牌，小的好牌点。这个疏肝利胆啊，稍微带点化石的啊，这个牌石化石边化边牌。喂，你好。你这个胆结石多长时间了？三四年了吧。现在我看你给我发的彩超检查，这里面这个结石不是很大，但是挺多，多发的胆结石，最大的5毫米。现在还有什么症状？现在自己感觉哪儿不舒服啊？就是最开始前发现的时候吧，就是头一次就是疼。现在胆区那地方基本上都没有感觉了，现在是吧？有时候有，但是不那么明显。现在偶尔有点口苦，口干不？我以前有过几次，现在没。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啊？现在吃东西还行。平时胃胀反酸不？有时候吃点啥不对的东西，就是往上反了，胃不舒服。大便怎么样？便秘。几天一次？2天吧。你这个结石也不是很大啊，这个都是小的泥沙样结石堆成块儿的。好排吗？还可以，挺好排，小的好排点。这个疏肝利胆啊。稍微带点化石的啊，这个排石化石边化边排，对，大部分都是小的东西，那问题不大，边化边排，这个需要一段时间，不是说一下就能排出去，它得慢慢的这个用胆汁啊把这结石给它带出去，随着胆汁啊，对，胆囊收缩，随着胆汁的时候把这个结石带出去。你现在吧，主要的问题呢，疏肝利胆化石排石啊，然后带着什么呢？带着你脾胃啊，胃肠道的功能稍微差一点。胃肠蠕动不好，带着一起给你调一下看一看。你舌头是尿泡吗？可以了，行，我给你用中药调。